轻轻按一下，你会发现，然后呢，这样是吗？可以让我们蜡黄的牙齿有效的净白，就像是照光的牙齿一样，可以让我们居家美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申田。其实牙齿也是非常多人在重视的一环。那其实有居家美白，然后或者是可能去牙医去美白疗程，或者是可能有贴片式的美白。其实美白包罗万象。那我之前呢有在节目上介绍过啊，就是一个韩国非常厉害的美白主，那他终于到台湾了。八亿洁牙主，但是第一名是第一名是二，啊，就是八亿洁牙主，好不好？他是有经过很多的实验和方向，所以才导致他会拿第一名。比如说，有一些牙齿美白的人，你今天要维持的话，你就必须懂得什么叫做维持两白。甚至假如说，因为有时候习惯嘛，大家现在都很爱喝茶类，甚至可能很爱喝咖啡，但是可能有时候每一个人的珐琅质的状况不太一样，所以色素沉淀的方向一定都会不一样，非常强大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你看，轻轻按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个光呢厉害在哪里？它就是直接把它用在我们生活用品里。平常你可能还要用什么美白剂，然后咬住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世代的改变，让生活你只要懂得刷牙，一切就可以美白就齐。好，这个光它三分钟后会自动消灭。等一下，你看它的牙膏，重点我要跟大家讲哦，它是完完全全纯天然的成分，有效改善我们口中的异味。开机，然后呢，这样是吗？它这个牙刷呢，其实当然含有所谓的净白牙齿的高级的美白剂。5-10% 的有机成分，所以对于我们口腔整体是非常的好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牙龈，这样拉起来给大家看。你看啊，我这样刷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完完全全的可以刷到我们的牙龈。这个粉底呢，其实本身是不用充电的，因为它大概末约时间是在9个月，只要你是正常的使用状态之下，9个月之后，你这次也该丢了。这个牙刷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的纤维毛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纤维毛呢，完全是 0.01mm 的刷毛，然后呢，它非常的柔软。第一，它不会刮伤我们的珐琅质；第二，你也可以因为这样刷牙的方式，直接刷到我们的牙龈，因为有时候会有牙结石、牙龈发炎这件事情，其实它都可以做有效的改善。然后呢，这里当然还有3个。刷头，然后呢，这个头怎么换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头呢也很方便，就是这样拔掉。有没有看到？而且我觉得它品牌的设计其实非常的用心，韩国科技真的非常强大，现在在台湾就能买得到，所以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喽。